哦哟，新平板四个月修四次，是想气死谁？何小姐在灿坤买了一台 Sony 的平板，结果到现在四个月 ，LINE、脸书、相机、相簿等等功能，常常用到一半就没有回应，送修四次，每次灿坤都说检测没有问题，没办法厘清原因，又没有办法换机，让何小姐气到不行。台北市消保官潘宏正认为啊，因为消费者有保存很多出问题的截图跟影片，如果业者主张平板检测不出异状，就也要拿出证据，像是检测报告或影片等，让消费者心服口服。如果双方还是僵持不下，一个说有问题，一个说没有问题的话，可能就要进诉讼。在透过这个消费诉讼当中，法官会请一个第三方的一个鉴定单二，针对本案的这个平板电脑做鉴定，到底有没有问题就很清楚了。一周刊，一个月修一次，这台平板是有生理期吗？报道。